题哇！我们上个礼拜呢，带各位呢到关岛去好好的玩了一番哈。那今天呢，同样的，我们要带各位呢到热情的岛屿。那这个岛呢，到底是哪一个岛？哈，待会呢，我告诉各位观众朋友哈，待会我们要好好来看一下这个地方到底有多美。但是呢，一开始之前呢，我先问一下 Kitty， 你觉得全世界最美丽的岛屿是哪一个岛屿？我觉得在我的印象当中，最美最美的岛屿是在墨西哥的港昆。港昆，对，它是一个，你在那边你就觉得你自己每天都在做梦一样，醒来蓝天、碧海、白沙，你可以躺在上面滚来滚去都没有关系。蓝天、碧海、白沙，对，澎湖就有了啊，不一样 ，feel 不一样，因为我们在那边可以很豪放。很 open 的，澎湖毕竟我们穿个比基尼在路上走的时候，都会被人家这样看一下，看一下，害羞好吧。我们都没有看过 Kitty 穿比基尼哈，下次的话要麻烦你穿比基尼来，要穿一下这个比基尼。比基尼那个 Kitty， 你是哪里人啊？我是巴圭的华侨，后来移民到墨西哥。哦，难怪你会推荐那个墨西哥。所以他的外号叫拉丁女王。叫拉丁女王。是。但是呢，我们今天呢要带各位呢到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岛屿哈，这个岛屿呢叫做沙巴哈。我们沙巴呢待会呢要跳岛，要跳很多很多的岛屿哈，包含了像是去那个美人鱼岛。是。要让各位看一下哈，那个美人鱼岛到底有多漂亮。但是沙巴这个地方呢，除了热情的岛屿之外呢，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它原始森林的一个样貌哈。因为呢它是属于这个热带丛林的一个地方，所以呢在那边呢你也可以感受到那个丛林的大自然的一个味道。但是呢我们先带各位来看一下哈，沙巴这个地方非常的特别哈，它所在的一个位置呢是位在哪边？来，宋哥告诉我们大家一下。它在东马。所以呢我们从台北呢直接飞雅比机场三个半小时就可以到了。目前有三家航空公司在飞，就是马航、亚航还有虎航，都是直飞的。我们是从 直接飞到沙巴，对对 对，所以不用飞到那个马来西亚。不用，因为以前没有直飞呢就要从吉隆坡转。对，吉隆坡现在呢直飞很方便，因为已经有三家航空。一个礼拜的话大概有几个航班啊？每一家航空是一个礼拜最少都有三班以上。哦，那还蛮多的。是的，而且未来呢马林朵也会飞，就是马印航空听说最近也会公布他要直飞沙巴。雅皮这个地方，那个沙巴这个地方的话，观光客的人数到底是多少啊？光是台湾的话呢，每个礼拜每一个航空公司然后会飞到三班的话，其实算是不少。其实他现在台湾客人还算少，最大的客人是我们的中国大陆人民，因为航点非常的多。他们不是都去那个海南了吗？我没有，他们先去完海南岛，因为去沙巴可能比去海南岛还便宜。那个沙巴现在台湾的话出团的话，大概到那个沙巴的话，一个人的团费大约是在多少钱？看你的居住要求，一般都是一万多块。我们中等以上好了啦，哈，一万五到两万左右。一万五到两万，其实不算是太贵，大概几天？四天或五天，四天或者是五天四夜这样子哈。那沙巴这个地方呢，是位在这一个婆罗洲的一个北方哈。那其实呢，它也是全世界的第三大的一个岛屿。不过呢，它位在那个婆罗洲的一个最顶端的这个地方哈。所以这个地方呢，是属于这个沙巴哈。那在这个地方的话，我刚刚有特别讲到哈，就是在这里的话呢，你可以感受到那个原始的一个森林的一个样貌哈。那在这边的话呢，光是那个马来西亚的话呢，他们的一个少数民族呢就高达了30多个民族。那他们的一个语言听说有80多种的语言啊。而且光华人的语言都有超过4种吧。其实马来西亚讲华语其实非常非常的普遍呢。我看很多的那个马来西亚人的话来台湾，他们其实讲那个中文的话讲的也非常非常的好，你其实没有办法感受到哦他们是马来西亚人，但带一点点口音，但是他们其实全部都看得懂，然后看得懂中文，然后也会说中文。所以在那边的话，你如果在沙巴这个地方的话，如果用中文的话到底能不能？沙巴华人比较少，但是你如果在吉隆坡这边，在西马这里华人就比较多，就可以。好，来我们来看一下当地的一个沙巴的地方呢，这一个五大的一个原始的一个部落，他们的少数民族有巴妖族、毛绿族，另外呢还有一个杜顺族、龙骨族以及伦达耶族，他们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那这个的话呢是这个毛绿人，毛绿人的话听说他们过去是最专门猎人头的。是，他现在是最后一个猎人头的部落。他们相传的就是
因为以前部落之间都会有战争，所以他们以割人头为一个信仰，一个寄托。而且呢，他们呢有一个惯例，如果一个男人没有猎到一个人头，没有女人会嫁给他的。嗯，所以呢，基本上呢，目前已经没有了，现在只是有展示而已。嗯，而且他们呢，基本上呢，也是以兽皮为衣，然后会头顶上的这个头饰会有鸡毛啊，然后他们最主要的狩猎就是像我们的少数民族一样用吹箭哦，所以里面有麻药啊毒这样子来捕猎的啊，对。如果按照那个宋哥这样子讲的话，他们是不是在那个沙巴这个地方的话，少数民族里面最凶狠的其实是就是他们毛利人，是毛利人。那他们经常是不是经常那个部族之间的话会有一些争斗？一定的，因为你想沙巴它有30多种少数民族，对，一定，而且都很多是住在山上的，所以他们以前的斗争一定是很多的。那这个族为了要表示他凶狠，就以割人头来表示我已经报仇成功了。嗯，好，那他们一般的那个庆典呢，大概什么的季节里面去的话，有可能会看到他们一些庆典。这个庆典就是他们割了人头啦，还有丧礼啦或婚礼哦，就会有一个这样的庆典。因为他们房子那边有一个烛台，那个是不稳定的，它是会有点摇晃，可是下面是有支柱的。嗯，它在下面是有支柱的，然后他们从这边跳上来拿上面的东西，再跳下来。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做的？这个是平台，竹子平台。然后它有弹性，你说要跳啊？对，它是从这边跳上来，拿到这个他们的祭品，然后下来，这个是有一点会晃，但是很稳固。嗯，所以呢，基本上就是这样跳跃。目前来讲，这个会表演给你看了。嗯，他们其实现在也那早期的时候，他们这样子跳的原因是在哪里啊？因为这边有祭品啊。对，你说猎到人头，还是婚礼或丧礼？他们这边都会有祭品，然后他用这边这样跳，把这个祭品拿下来，再跳下来。所以这是一种庆典，抢祭品的意思吗？这是一种表示愉悦的这个方式，是不是有点类似于台湾那种什么抢菇啊那种东西？对，就是抢一些祭品。对，那这一个全部都是那个毛利人他们住的地方。是，所以他们比较这个是他们的房子中间，平常他们不会这样跳的。嗯。那他们一般那个通常那个少数民族的话哈，都会跳舞，对不对？对，他们也有跳竹竿舞啊，也是跳竹竿舞，对，跟我们那个苗族有点像。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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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我们带两个竹竿。那个墨西哥人，你们有没有跳过这个啊？竹竿舞吗？我们不跳这个，我们跳沙沙的，我们只跳慢波舞。你不要小看那个竹竿舞哈，那个。Tempo 你知道要抓对，对那个脚会被夹到。我在猜那个是不是也是那个你知道南岛语系的国家里面的舞？你包含了像大溪地他们那一区那个环带的地方哈，那个一样，他们也是跳那个竹竿舞，這個，而且他们可以跳到那种出神入化。这个毛利族也是南岛语系的哦，他们也是，他们也是南岛语系的。所以他们到底是属于丛林里面的民族还是海上的民族啊？丛林里面。好，但是呢，在那个沙巴这个地方的话呢，有一种族，有一个族的话呢，叫做那个八妖族。好，给各位看一下哈，八妖族的话呢被称为呢是，地球上面最后一个海上的游牧民族。对，那因为八妖族它有分成两个，一个是陆八妖，一个是海八妖，其实他们是同一支族群过来的，只是有一批已经上岸了，然后他们就在陆地上面定居了嘛，然后就是以狩猎啊，以骑马啊这些。跟一般原住民是没有两样的生活，但是比较特别的是海八妖。那因为海八妖它是最后的那个海上民族嘛，他们是母系社会，所以妇女呢都很会做那种手工艺，然后就会搓那些编织啊，他们的房子都会弄得非常非常的漂亮，七彩五彩这样子，把所有的那些树枝也好，染色啊，全部把它弄得非常的漂亮。这么漂亮啊！对，你说这个颜色都他们自己弄出来的，对，他们自己弄出来的，然后手工编出来的。可是很奇怪，他们不是海八妖吗？是从海上的游牧民族，那他们怎么会有这些材料呢？可能是雨雪之类的。你知道一般那种所谓用那个以海上狩猎为主的一个少数民族的话，他们很多部分哈是取那个海上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像贝壳，是，他们很多的话会用贝壳作为装饰，像这个海八妖会不会？这个海八妖的话，他们以贝壳的话会比较少，但是他们会取珍珠，他们会取珍珠来做装饰。
他们很厉害，他们比较高级，他们直接用到对对对对对，因为他们很厉害哦，他们是不用任何潜水装备就可以直接跳到30米深的那个深海里面去取他的珍珠、贝类、珊瑚上来装饰自己的家。嗯，对。然后因为他们必须要跳到30米深嘛，像我们必须要装备啊，然后才不会造成耳膜受损，所以他们很小的时候就先把耳膜弄破了。啊，对，为了要做这件事情，是小时候就先把耳膜弄破，所以他们老人家都耳背，就是耳朵不太好。哎、欸，他们是因为潜下去，所以才耳膜造成耳膜破掉，没有，还是故意把耳膜把它弄破？是故意先把耳膜弄破。那、哦、要不然你潜到30米深，你如果没有耳膜会更危险，对，更危险的危险。对，然后还有他们，因为他们是母系社会，都很有趣。他们有一个很可爱的一个传统啦，就是因为是母系社会，所以男生是入赘到家里，对不对？那入赘到家里啊，可是他们在他们教育里面，男生是可以娶第二个老婆的，但是第二个老婆要娶进门呢，必须要大老婆同意。那大老婆要同意呢，就要盖他的手印，所以呢，他的大老婆的手是非常珍贵的，每次睡觉的时候都要先护手，然后戴个手套之类的，真的超厉害的。然后哇，这双手很珍贵的，因为要盖章让二老婆进来的。他担心老公趁他睡觉的时候，突然之间把他的手拿过来盖了一个手印，所以要戴手套，老婆就进来了，对不对？所以他们都要把绑。那这样子，平常时间他们是不是也都把那个大老婆都把手这样子绑起来？就是睡觉的时候，要把手保护起来。明是说保护起来，为了要让二老婆可以进来啊，美美的去盖那个手印，其实就是像你说的，把它保护起来，不可以被随便拿去盖手印的。这个是八妖族，对不对？对，八妖族。那你说八妖族的，它分为是海八妖、海八妖跟陆八妖啊，他们两个之间有什么不一样啊？一族就是他们已经在200年前就已经先上岸了，在陆地上就已经先生活了。那他们就跟一般的那个原住民的道理是一样的，然后他们就是以农地啊、耕田啊、狩猎啊为生。那比较特别的是海八妖的部分。海八妖现在还是住在海上吗？还是在海上？现在大概还有一排架子。你的意思是说，这个房子是架在海上面？架在海上面的，對對對對，所以它底下就是海啦。就是海，所以他们上厕所的时候，就是把那个打开，然后就直接上厕所，然后就去养鱼啊。那里的鱼都非常的肥硕。有啊，那个马尔蒂夫，其实很多的度假饭店都是长得这个样子啊，对不对？人家以前，你看这些少数民族以前多会享受，对不对？以前人家就已经住在海上面了，然后我们现在是度假旅馆的，才把它放到海上面。没错，没错。好，这个是八妖族，所以他们是最主要是母系社会为主，而且他们的妇女呢有一双巧手，很会编织。另外呢还有一个族呢，这个族的话呢也很厉害，他们呢是钻木取火的一个族，他叫做这个龙骨狮族。对，这个龙骨狮族看是要看到哪里，他的长屋。我们一般有家庭都是一个屋子一个屋子盖嘛，我们只会自己的家庭盖一个屋子，他们喜欢大家都住在一起。他们盖一个超级长的长屋，早在大概30年代的时候就有发现，曾经有5公里的长屋在沙巴出现。5公里哦，对，你说长屋是像这样子的一个，对，一个这个木造房子，然后这样子一直过去，这样子毗邻毗邻，一直这样过去，延伸过去，对，盖了5公里，5公里，然后住的人大部分都是什么人？住的人都是他们龙骨狮族里面自己住。是龙骨狮族的人全部都住在那一条对长屋里面，还是说？他必须是同一个家族的，没有一个姓氏的这样子。他们是同一个家族，因为他们很注重家族关系。比如说我们现在结了婚，是不是会生孩子？对，生了孩子，他是不是会再结婚？对，结婚的时候他就在旁边盖一个房子。那你有几个孩子，他就一直盖，一直在连接的，一直连接进去。所以他们其实那个村落等于连在一起的，都是同一个家族。哎，这其实跟那个中国的那个其实是土楼围城那种，也有同样的概念，就是同一个家族人全部都住在一块。嗯，而且我最喜欢就是他们有一个公共区域，他们可以大家就跑出来，晚上的时候就在前面那边聊天打屁，就是在长屋里面。所以它有分两块，一块是就是睡觉的地方，都处于比较靠内的，然后外面就是公共区域，就是大家都可以在那边穿梭的。那他们的厨房呢，跟那个。都跑出去了。餐厅的地方呢？都跑出去了，里面都没有厨房，跑出去猎食啊，然后钻木取火去。所以他们的厨房是在外面吗？对，不在那个房子里面。不在房子里面，它都是木头的。哎、欸，你知道那个少？你知道他们少数民族你看他们的那个生活起居的一个，他们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布局
那个布局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个原始社会里面他们当时的一个状况。其实你到很多的少数民族里面，你会发现他的起居室，就像那个小刚讲的，他的起居室跟厨房，还有另外一个是那个储藏室，全部都分开的。嗯，因为以前的话，消防设备没有那么的好。所以呢，他们很担心说，在那个起居室里面，如果一旦生火的话呢，可能会出现问题。尤其是在热带的国家，那么寒带的一个国家又不一样了哈。那热带的国家里面，他们会非常的担心这个。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的一个储藏室，那个粮仓其实是代表他们的代表的其实是他们的那个身份地位，身份地位跟粮食跟未来的生活的一个状况哈，所以呢，那个粮仓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个粮仓呢也会单独在另外一个地方，而且那个粮仓有时候还会盖在那个水上面，嗯，然后呢会把它再把它架高，然后一边呢是为了要防火，另外一边呢他们也担心哈，有一些粮仓它底下你知道那个柱子里面还有防滑的，因为他担心老鼠会跑去吃那个粮食。对。嗯，像这个藏屋他们就有特别架高，就是怕说洪水会来这样子，然后也怕蛇啊会爬上去，所以他们都盖了其实有一层楼。所以你去那边其实现在比较少可以看到这种比较古式的这种藏屋了，现在都属于比较观光式的，就是其实我们游客也可以去体验看看。它一般的话原始的话它到底是盖在哪个地方，就是盖在平原的地方还是盖在丛林里头啊？丛林里面，对，所以可以看得到。所以你在丛林里面，你可能就会看到这样子的藏屋。对，那这个藏屋的话呢，就是龙骨氏族。那他们最主要的话，一样也是狩猎为主哈。嗯，他们到底在那个沙巴里面，像这样子各个族群，各个少数民族的话，用肉眼看的话是看得出来吗？其实现在基本上，都是去马来西亚有，那沙巴有一个马来西亚文化村里面有展示的。基本上他们全部都已经汉化了，都是住钢筋水泥的房子。所以这些族现在我去的话，在路边是除了八妖族看得到，剩下的都看不到。你只能去马来西亚文化村看，他有表演有展示。现在其实全部都汉化掉，像我们的九族文化村一样。所以你要看到这个帅哥哈，这个帅哥的话叫做伦达耶族啊。那如果要看他的话呢，要到那个马来西亚文化村。马来西亚的文化村，听说那个伦达耶族他们有信仰的一个非常特别的动物，那个信仰的动物是鳄鱼呀。是，因为这是有一个传闻，因为他们传闻他们以前呢，祖先是跟鳄鱼一起生活在同一块陆地上，那常常有人会被鳄鱼咬，后来那个酋长呢就去跟鳄鱼两个商讨，两个就说，你不要老是咬我，我们共同居住在这边，和平共处。那鳄鱼就告诉他说，那要不然你在身上刺上鳄鱼的纹身，我就可以识别度说你是伦达耶族的人。所以以后他们就有这个习惯，身上都要刺那个鳄鱼的图腾，因为鳄鱼看到的话就不会咬他。但是我觉得是有用吗？重点他们怎么对话？所以现在他们那个伦达耶族的话，他们一样身上会刺那个对，会刺鳄鱼的图腾。对，这是他们的服饰上面是不是也有那个鳄鱼的？他服饰上面呢比较特殊，是用树皮。我这里有一套，可能小刚要帮我。你这个是鳄鱼皮还是树皮？树皮，这个是树皮。对，这是树皮。树皮拿来做衣服是不是？好，来，没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下哈。广告过后呢，我们要再请这个宋哥呢，带我们好好来这个认识一下这个沙巴的一个少数民族。最重要的是，他带了一件非常特别的，而且呢非常珍贵的一个树皮。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我们再一起嗨旅行。欢迎跟着我一起嗨旅行。接下来呢，我们要请我们的宋哥帮我们表演一下哈。这个是伦达耶族的他们的一个传统服饰哈。听说他们的那些传统服饰非常的特别。是。那他们本身自己呢，那个信仰鳄鱼哈，可是他们并没有把鳄鱼抓来吃。因为鳄鱼是他的好朋友。他的好朋友，所以绝对不能吃它。所以那个皮的话呢，也不能拿来做皮革，不能做皮革要卖钱。皮革还卖，但是呢，他们自己的衣服的话，用的是树皮、啊。树皮，对，这就是那个伦达耶族。这个我刚还以为是那个，你知道一般的那个兽皮，你知道，因为它有那个兽皮的、那個。你摸摸看，这是树。那个质感，但是树皮，但是摸起来很轻。是，它这个有办法保暖啊？这会不会碰到水以后就不见了、啊？其实沙巴蛮热的，所以这比较通风。对 ，OK， 好，那这怎么穿啊？这个我们要先穿这个，先穿要先穿裤子哦。对，裤子先绑一下。好，它分两边，然后一个是衣服，一边是裤子。
然后这个来。其实他的穿法有点像是日本的那个，那个丁字裤的那个穿法的。他其实还有一件内裤啦。哦，他本身其实外面还有外面还有还有条，但是他是有两片，然后他其实是两片，然后他说有一个短裤，这底下这边的话一样是他们的那个树皮哈，然后前面的话呢这边有遮住，后面这一边的话呢同样呢也是把它遮住的，对，哈，好来，然后呢另外呢还有一个他们的一个背心的衣服。树皮哎，那个好来，还有这个哈，这个是他们绑在头哦，这样有像了哈，有像吧？像大法师，大概就是这样，有没有点像西藏的大法师？谢谢谢谢。你没有唱一下他们的一个传统歌曲？下次学。人家本来是那个很强悍的那个民族，你知道吗？被那个宋歌传的时候，哎，第一拐啊，那干他弟，很像在那个台湾的南部看到的那个哈。等我练完马手，我再好好传一次。很像在从事什么那个宗教的一个仪式哈。好，这是我们看到了这一个是那个沙巴的伦达耶族哈，他们呢。的传统的一个服饰哈，但是呢，其实来沙巴这个地方，很多人哈都会去朝圣，朝什么圣？这边呢有一座神山哈，这座神山的话呢，又被称为是东南亚的第一大的一个神山，这个神山的一个高度呢是4095.2公尺，比那个玉山还要来得高，是还高140多公尺。金刚巴路呢，它其实呢，金刚呢就是它马来西亚语，就是说是中国。他的巴路呢，其实马来西亚话呢就是寡妇，因为这边有一个传说，就以前呢有两兄弟，他是在广东的渔民，因为台风飘到沙巴来，后来就在沙巴居住了，然后也娶了土著做老婆，之后呢因为思念家乡，所以呢弟弟就叫哥哥呢先回广东来，然后如果广东安好，他回来再把全家再移回去，那他的等于哥哥就是嫂子呢，就每天站在这个神山上面呢，就看着中南海，看着丈夫的归来，一直到她死去，丈夫都没有回来。所以呢，叫金刚巴路。另外呢，为什么叫神山？因为那边的土著少数民族认为他们的祖灵都寄附在这座山上，所以也叫神山。马来西亚叫神山。那金刚巴路呢，是形容这个刚才的那个传说故事。另外这个山呢，它本身地质是花岗岩石。所以呢，本身的高度是很高的。如果你要攀登的话，我建议第一呢，你要有强壮的身体；第二呢，你要有登山的经验。那如果要登山的话，基本上一定要请向导，而且爬山的话大概要2天1夜。嗯，你说从山脚下爬到那个，因为你要先爬到半山坡。可是你知道，我觉得这个山可能要比那个玉山还要难攀登吧？是。它除了高度比玉山要来得高之外，哈，你看一下它这一个临线的一个地方，哈，这基本上全部都是花岗岩嘞。对。这个如果这已经不是爬山，这已经是攀岩了吧？这可能都要攀岩攀上去，所以这个其实技术难度非常非常的高，哈。所以你如果不是专业的人士的话，我觉得你在那个山脚下里面，哈，好的膜拜一下这座神山就够了，然后不用真的要爬到上面去。看看那个神山的一个壮阔伟大就够了，这样子。对，而且现在沙巴它的各方面的医疗啊的设施，还有你要想语言，你要可以沟通，所以，建议如果要爬神山的话，一定要神圣考虑。小刚有去爬过是不是？对，我去参加这两个活动，他其实 你真的有去爬、啊？我真的有去啊。你是走哪一个路线啊？我那时候是走第一个。第一个路线、喔、就是它是比适合初学者，然后它会爬到了3512公，哎，是从海拔3512公尺开始爬。开始那个比较简单、喔、大家都可以参加。它就是爬，慢慢拉了一个小绳索，爬到大概600公尺。像这样吗？对，像那样子。就是它是基本上都是平面，比较平的路这样子走上去。其实它那个是往下走，哎，它不是往上。第一个我说的是往上，是到山顶，可是。登完山顶以后，开始要往回走，你可以选择参加第二个。那个东西就像刚刚庆学哥有讲，它其实就是攀岩了，它是慢慢慢慢攀着绳索，慢慢往下爬，然后踩着那个叫做他们叫猪尾钩，那个钩子非常的坚固，会钉在那个悬崖上面，就慢慢爬在悬崖这样子。
所以超级惊险的。那会不会危险啊？不过我建议哦，因为这样的海拔哦，很容易有高原反应跟高山症。嗯，所以呢，建议旅客呢去到那边，如果所谓的高原反应就是你会耳鸣、头晕、恶心、想吐，如果有这样的状况，你停下来先休息。如果慢慢喘、慢慢喘，你觉得这个不舒适可以解除，你再继续往上登。要不然的话，你有高原反应不抑制，再强往上登，就会变成高山症。其实很多人都在讲说，那个你到底有没有那个高原反应哈？如果有去过九寨沟，如果你去过九寨沟哈，我记得九寨沟的高度是多少？3600左右哈。如果你到九寨沟呢，你已经会有那种不舒服的一个感觉的话哈，甚至连那个呼吸都会出现问题。是。然后呢，会头晕，就像那个宋哥讲的耳鸣这样子哈，然后极度的不舒服的时候，那你就不要去尝试了，你很有可能其实是有那个高山症的一个倾向，所以那种情况之下，你就不要再去爬这种山啊。那这个高度的话呢，差不多就是那个九寨沟的一个高度。是。可是你知道吗？你在那个高山上面的所有做的任何的动作的话，它的反应，它其实是高过于平原两倍以上的，所以你在那边，你如果比如说你走一步路的话，你搞不好所使出的一个力气的话呢，可能会在是在平原里面的加成的一个作用，所以在那边的话，你所有的动作其实会放得非常缓慢。其实只要到高山，我都会建议朋友说，你走路走慢一点，吃饭吃慢一点，然后不要跑。对，就慢慢走，慢慢说，慢慢你就可以适应了。你像我去那个西藏的时候啊，去那个，不，光是爬那个布达拉宫，布达拉宫的那个门口哈，就是阶梯上去，它的门要进去那个布达拉宫里面哦，是门是在那个不知道几层楼以后，所以你从底下的时候要慢慢走上，你光是走那个阶梯其实并不算是很高，光是你走那个阶梯你就觉得天哪，怎么那么远，你知道吗？那个完全是没有办法，那有十多层楼高。那有十多层哦，有十多层哦，你光是爬到上面的话，你就受不了了哈。那个其实是，所以有高山症的话，你可能要稍微留一下。但是这个是不是需要有要申请，还是说需要有另外的额外的向导费用啊？绝对是需要的啊。如果说是参加这两个的话，它费用大概是差不多5000-6000块台币就可以参加，可以去体验了。其实看这个就是看它的美景。会去爬神山的，基本上就是看它整个云海啊，整个山。那你在上面到底看到什么？我们现在画面上面看到这些，是不是你拍的照片？这不是我拍的，不是你在上面根本不可能去拍这些，因为你去攀爬的时候其实蛮危险。如果你去拍的话，可是说实在的，这样子他们那个拍照这样子拍下来的话，感受到的其实是还蛮壮阔的，超级壮观的，很漂亮，很漂亮。所以你是觉得说可以适合去看一下，对不对？我觉得可以去了。建议还是量力而为。对，宋哥他还是比较喜欢去那个海南岛，哈，碧海蓝天沙滩那边哈，看美女如织这样子哈。好，这一个是那个这个他们的一个神山哈，但是神山底下这边有一个神山公园，对不对？对。好，这神山公园的话，其实应该是大家都可以去了吧？这个基本上你不没有想要爬山登山的话，你就去神山公园就好了。因为你在那边就可以看到整个神山就在你前面，而且它自己本身就是一个超大的热带雨林。我举个例子哦，它大概有大概760几平方公里，这个概念大概多大？一个紫禁城大概是1平方公里而已。对，所以它大概有700多倍的紫禁城，这么大的一个公园，对，它丰富的热带雨林的生态，然后4500多种的植物，所以其实还蛮值得一去的。其实台湾很少会看到那个热带雨林的一个丛林。对啊，那如果你走进去那个热带雨林的一个丛林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说原来那个丛林的样貌是长得这样子。对，因为它其实是很可怕的，我说实在的有点可怕了哈。因为我们经常在看那个什么亚马逊和什么漂流记那种电影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哇，在这里面的话有没有可能会迷路啊？不会啦，它指标都还蛮清楚的。然后它里面除了有雨林，它又有温泉，还有牧场，所以可以。这个温泉是你随时要去泡就可以泡吗？还是说这边有一个度假饭店，你必须要住在那边你才能够泡？那它一样是收费门票，进去以后它里面都可以使用了。对，所以温泉也是可以直接用，这样子。对。那在这边的话，除了看到那个热带雨林的一个植物之外，听说这边有一个非常特别的那个花，王花。这个花叫做什么？大王花，又叫食人花，也叫尸臭花。因为啊，它无草无根无茎，
然后再加上它会散发出一个浓浓的腐烂肉味。为什么？因为它无草无根无茎嘛，没有办法自己繁殖，它必须吸引那些猴形蟒啊，那些臭虫甲虫来替它去播种，传授花粉，传授花粉的部分。那它是寄生在那个葡萄藤上面来作为寄生的。哇，好漂亮哦，这花，这花很像假的哎，很像假的，而且它超大，1.4公尺大，然后它重可以重达7公斤哦，它非常非常的大。然后呢，最厉害的是什么？最厉害的就是，因为它是居无定所嘛，到处被播种，然后就自然开花了嘛，对不对？可是呢，当地的居民就很有趣，因为这个花很稀有，他就会去拿那个竹篮把它围起来，占为己有。当旅客经过的时候，他会有一个牌子，上面写了说这有丝绸花，欢迎来参观，然后20块。这种烂无本生意多好啊，促进当地的那个经济、啊。不过他要去负责照顾他，不然的话可能被人家他也不用照顾啊。啊，他也不用照顾啊，只要放猴子在里面就好。他把它围起来啊，对，用旁边捡的那个竹子围起来就可以了。可是实际上，它是不是真的有那个尸臭味啊？有腐烂肉的味道。因为之前我看到说，听说它在什么方圆1公里外面，你就可以闻到那种味道了。对，是真的这样子吗？它的味道很浓，很浓很浓。就是它长得非常的漂亮。可是我这见仁见智啊。啊，我绝对不敢去摸它。为什么？你看那个中间那个，你敢进手伸进去摸吗？哦，它里面是有刺还是怎样吗？它就是会，它就是要花粉在那里嘛，然后它会吸引那个苍蝇啊，然后果蝇什么过去沾它的花粉，所以它其实看起来有点像，为什么它说像食人花？就看起来好像它的嘴巴这样打开，然后吸引哦，让你就更好像会咬人的感觉。可是，一般像我们一般民众如果去的话，是不是都可以看得到？还是说不一定要碰运气啊？其实不一定，太不一定哎，真的。即便你有20块，未必人家会在那边收，你知道吗？所以这可能也是看运气，刚刚好。然后它大概的它可以闻香啊，它有没有繁殖的季？那个开花的季节？它没有开花的季节，它从授粉一直到开花结果，大概就要9个月。然后它会在哪里？但是可以去找葡萄藤附近，有葡萄藤的地方大概都会有，就可能会有，就有可能机会会比较大。好，这个是那个丝花，食人花，这食人花非常非常的有名哈。非常那去的话，一定可以看到一个东西。这个呢，就是宋哥要推荐的哈，它呢叫做长鼻猴。是，为什么要推荐看这个长鼻猴？其实呢，这长鼻猴有一个特色，不止它的鼻子象征很雄伟，而且呢，它的男性生殖器官呢是永远竖立的，而且像个红色的小辣椒。所以在哪里呀、啊？你仔细看，这里。哦。所以 Kitty 每次最喜欢看。他的他的他的那个鼻子真的很长。对，这边有没有看到？哈，这边他的鼻子是整个这样子。嗯，我们常常说男人的鼻子大。对，另外一个部位也会比较大，所以说的其实就是长鼻猴，用长鼻猴的概念来说人就对了。那这个长鼻猴的话，一般是去哪边可以看得到？其实有一个码头，我们搭船哦，就沿着那个丛林呢，就可以看到原始生态。基本上呢，我们都会建议黄昏以后的时候再去，因为早上太热，它也会躲在树荫下，所以黄昏的时候去呢，就可以看到自然它们在树林里面这样跳动。然后呢，看完了之后呢，晚上还可以看萤火虫。嗯，那边因为它的树丛很多。萤火虫。对，萤火虫哪一个季节啊？它基本上一年四季都可以看得到，而且那边的萤火虫你看了会很感动，因为它整个树，然后树上都是萤火虫，就好像我们那个圣诞节有没有？它不是绑很多的灯吗？但是那个基本上一定要黄昏入夜以后才看得到。你知道吗？我曾经看过一次非常感动的萤火虫。那个萤火虫吓死我了。那一次呢，我是到那个清迈跟泰缅边境那个地方，我去拍那个长颈族。然后你知道吗？那个长颈族的部落哈，它其实是被管制的。对。那个地方呢，你必须晚上5点的时候呢，你就必须要撤出来。所有的游客呢，5点以后呢，它其实算是一个难民营。
那五点以后呢，早上的时候八点的时候呢开放让你进去，你最晚呢到晚上五点的时候呢你就必须撤出来。它不是一个什么民俗村哦，它就真的是长颈族他们住在的一个部落。那一次呢我们拍摄拍得非常非常的晚，我记得我们好像拍到了八九点左右，然后八九点以后呢我们的车子把我们送出来，你知道一边送的时候那个司机一边骂，然后呢那个导游也一边骂，就是说没有人那么晚出来的，你们怎么那么晚出来啊，然后人家那个五点就已经关，就你知道吗，那个路齁，路上面你知道那个非常非常深山，然后那个沿路上面呢是完全都没有灯的，没有路灯的，所以我们是摸黑，然后呢那个司机是这样子开着车，结果呢后来呢我们的那个车子呢在那个小道上面这样子钻过去以后呢，就没有想到呢就刚好我就听到了那个车子经过那个压到水的那个水深，这样子擦过去这样子齁，那因为我们经过了一条小溪，有经过一条小溪，那因为那边的话呢可能那个上面的话溪谷有流一些水下，结果呢停下来，那后来呢因为那个司机开慢了他的车齁，慢速行驶当中，所以呢那个车稍微很缓慢，然后很缓慢以后呢我看到那个水流过来的一个地方，那个溪谷那个地方，哇，布满的全部都是萤火虫，你知道吗，我吓坏了，我说那是什么，然后那个导游很自然跟我讲就萤火虫啊，我说天啊，那萤火虫是满山满谷你知道吗，那个已经是壮观到我没有办法形容，我在台湾没有看过那样子的萤火虫，那个是整条的那个溪谷这样子全部都被映射出来，然后呢那个底下的那个溪水呢全部都反出那个光芒出来，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溪谷是整个亮起来的，我想那个宋哥看到那个森林应该也是类似这样。我没有，这边是没有那么壮观。你没有那么壮观了，而且我也去过。那算了，那我们还是去玩清迈。可是清迈基本上我们也没有那么晚。你最起码也要说，我的整个森林也全部都是萤火虫。不过其实通常后你要注意说，有那个溪压有水的地方的话呢，其实才很有可能有那些萤火虫哈。来，先休息一下广告过后呢，我们除了带您到那个沙巴的那个热带的雨林的丛林里面去玩之外呢，接下来呢，我们要带你去哪里？我们要带你呢去跳岛之旅。欢迎回到跟着我一起嗨旅行。我刚刚讲那个萤火虫，刚刚那个 Kitty 说台湾也可以看到那么壮观啊，在哪里啊？在中部的东势林场，非常满山遍野、满坑满谷的萤火虫，因为它现在富裕的非常满谷吗？满山满谷，你知道你这样走下去的时候，你不用路灯照明，不用路灯照明就可以有感觉是亮的。然后这样，那什么季节去会大概是在三月份到七月份这段时间。你知道这几年其实台湾一直在推那个萤火虫，富裕萤火虫，所以很多地方其实是可以看到萤火虫，真的非常的。但是呢。那个沙巴不一样哈，沙巴一年四季你随时去的话都可以看得到，对不对？是，对。那不像台湾的话呢，它有一个季节性哈。那在沙巴的地方呢，来到这边的话，一定要去享受一下他们的一个海岛，这个国家的一个度假的一个方式哈，那就是跳岛之旅哈。我问一下这个宋哥，一般跳岛之旅的话哈，我去玩过的是那种。取决于他们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他们的海上交通到底方不方便哈。是。那沙巴这个地方的话呢，外围这个地方的话呢，其实有几个一个岛屿哈，包含了美人鱼岛、加雅岛跟沙比岛，还有大堡礁。那这几个岛都可以玩吗？可以，我们都是如果你要玩大堡礁跟沙比岛，我们就从这个泽斯顿城码头搭船游艇，然后到沙比岛大概是20分钟。从沙比岛到大堡礁10分钟左右，然后玩回来就那个船，它其实是，一直轮渡、一直轮替的，就是一班接。所以呢，你在沙比岛玩，基本上呢，导游会告诉你什么时间，如果你要去大堡礁或者要回来，他会跟船只联络，啊，靠船的时候你就可以换船就回来了，很方便。而且这两个岛屿呢，它的玩法是比较不一样的，因为沙比岛呢，基本上是以玩水上活动为主，就玩拖曳伞，然后香蕉船，然后水上摩托车，然后大堡礁呢是以潜水为主，因为为什么叫大堡礁？它跟澳洲的大堡礁是一样的，因为它的那个这个珊瑚群还有各方面的海洋生态是一模一样，所以呢它是亚洲的大堡礁。那至于美人鱼岛的话，我们要从亚比这边搭车到这个码头，坐船坐一个小时才可以到美人鱼岛。这个美人鱼岛为什么叫美人鱼岛？因为之前是有两只美人鱼在这边的。我去的时候，导游还跟我讲，他是第一个跳下去跟那个美人鱼互动的，就是那个叫
芦根、海牛、海牛。哦，美人鱼哦，美人鱼就海牛，对对对。可是那个海牛都会一直在那边吗？现在这两只大概跟人玩久了，玩腻了，走了。他的任务达成了，可以离开了。说你们每次都来调戏我，气死我了，我还是换地方了这样子。但是呢，去美人鱼岛呢，第一呢，它的那个绵密的沙滩哦，比马尔蒂夫还美。第二呢，它水上的水底的生物非常的多，所以去那边适合浮潜啊、深潜。基本上呢，我们的那个像一般的游艇呢，基本上它会带你出去，它会找，因为船家知道哪里的珊瑚礁是最美的。可是提醒各位，因为现在的有两种船，一种是大的那个轮渡，一个是小的那种快艇。那个。建议大家一定要坐大的那个轮渡，像我们现在画面上面看到这个的话是小艇，对不对？对，这个应该是载着出去玩的小艇。这是到当地的那个小岛以后，比如说要载你出去玩才会用这个吗？不是，这个呢，还是这也是交通船啊？这个就是那个就是交通船。哦，那也是交通船、啊。对，因为你坐哪一艘船到美人鱼岛，然后你出去玩就是还是坐那个船。哇，这个水有够清澈，非常清澈，而且非常美，而且它的细沙绝对比马尔蒂夫还要漂亮。嗯，那在这边的话是可以待上一整天，是不是？可以。这个岛上面的话有没有饭店？他现在会不会在饭店里面住上一晚什么的？你现在看刚才看到有那个小木屋，其实它的在目前正在新建的饭店大概有30多座，但目前还没有开幕。嗯，那这个沙滩你看真的是这么细，海水就这么蓝，你看那个水清的，基本上你其实不需要下去浮潜，你走下去岸边就可以看到旁边都是鱼。嗯，这么厉害啊。对，然后呢，我很多朋友都会早餐的时候偷带一点面包去那里喂鱼，但是那个饭店会骂，我也做过这种蠢事，你知道吗？但是我早上那个 buffet 的时候都偷带面包，说哎、欸，我等一下去浮潜的时候要喂鱼吃，就后来被那服务员骂哈，但是不好，因为会污染到海域。对，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做这个事。你可以买鱼饲料，不要偷面包。好，这我们看到的话，其实是那个美人鱼岛哈，像那个海岛的地方的话，他们这种状况的话，在那个沙巴那个地方的那个海岛的话，有没有可能？像我看到的那种状况，你知道我去斐济去玩的时候，他们也是一样玩那个跳岛之旅。那他们一样同样那个交通船呢，会从码头，然后码头呢，他就会跟你讲说，这艘船呢会经过 A 岛、B 岛、C 岛，然后呢会绕一圈，然后再回来。你知道吗？我在经过那些岛屿的时候呢，有时候呢会看到海面上面呢，去的时候呢有一座很大的岛，可是呢你实际上呢回来的时候呢，这个傍晚的时候呢，在坐那个交通船回来的时候呢，居然那个岛不见了。只剩下一棵椰子树，我以为那个只有电视画面才会有，你知道吗？其实很多的海岛国家的话，其实那个海岛真的是长得这样哦，就是你去的时候，它也许还是一个沙滩，可是你回来的时候，那个沙滩搞不好不见，只剩下一棵树在那边这样。是，这在那个马来西亚看得到这种吗？哦，没有没有没有，所以它的岛都稍微比较大一点，不会碰到这种状况。好，不过像沙巴这个地方的话，是不是一年四季都可以看到这种蓝天白云、碧海啊，然后白沙啊这种景致啊？一年四季都看得到这种情况。我那时候有去美人鱼岛，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是我用手机拍出来的感觉而已，真的是随便看，就是你看那个沙，可以看这个是他们的码头，对不对？对，所以你们的船就停在这边，然后就走下来。对，那走下来就马上是全部都是沙滩。那在这个岛上面的话，有没有饭店啊？那你们休息或者是盥洗的地方有没有？它前面就有一些凉亭，可以在那边休息一整片的这样子，所以你就自己找一个阴凉处可以自己去。可是会不会很无聊啊？不会，就这种美景，然后享受一个小时以后就大概会腻。你光看那个你就看不腻了，光看这个海看这个沙。你是有旁边有美女陪着你，我们可是不是啊。我们自己去的话，我们会不会觉得很无聊？有没有其他的游戏？有没有其他的那个水上的活动呢？去美人鱼岛主要也是去浮潜嘛，它有两个时段可以去浮潜，它就是你可以看到，我这边是随便自拍一下，嗯，对，就可以看到它的沙滩啊、海、哦码头。好了，这个是那个沙巴哈，那是在美人鱼岛。刚刚有那个宋哥有特别讲到，另外还有两个岛，对不对？对，沙比岛跟大堡礁。那哪一个岛比较漂亮？各有各的不同。沙比岛呢，基本上呢就是玩水上娱乐设施是比较方便的。那比较美呢，海底是大堡礁比较美。因为大堡礁为什么叫大堡礁？因为我们这都知道澳洲有一个大堡礁，
黄金海岸非常出名。那为什么他会取名大堡礁？就是大家评估这边的珊瑚群还有原生态是跟澳洲的大堡礁是一样的。不过那个要会潜水的人吧？他有那个水底漫渡，然后低潜、深潜，浮潜也可以。而且这边的游乐，其实它的保护像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就是大堡礁，是不是？对，那些这些都是教练，而且它都是一对一的。其实这边呢玩水上活动是非常非常的安全的。感觉起来它其实有点类似于内海的感觉，就是可能是由那个珊瑚礁群围起来的一个地方。是，所以相对来讲的话，这一边的不管是这个海流啊，或者是风浪上面的话，可能相对来讲会比较平稳一点，所以在这边的话呢，做潜水的运动的话，相对来讲是比较安全的。不过呢，在这个沙巴地区的话，除了玩之外的话，你还可以品尝一下他们当地的美食。肥滋滋、白嫩嫩、比大拇指还要大的西谷米虫不断的在蠕动着，看起来实在不舒服。但他们可是马来西亚沙巴当地的传统美食。Only older people who take it, and then it's eaten when it's still alive or fresh. Younger people they prefer it, to be prepared, by barbecuing it or frying.西谷米虫寄居在西谷米树里面，是沙巴民众重要的蛋白质来源。有人说吃起来味道像起司一样浓郁，还有人觉得比奶油焦糖更美味。就连猫咪也无法抵挡它的魅力，而连外国观光客也会慕名来尝试一下。One experience that even though they said, "Yee like that, but they still try." But at the end of the day, I said, "Oh, tastes good." 什么都能吃，什么都不奇怪。吃西谷米虫的饮食传统，现在也成为沙巴吸引观光客的特色之一。哎，那个小刚应该有尝试到哈，你去沙巴应该有吃吧？这个讲真的没有吃，可是我有看人家吃，他们是还看起来蛮好吃的。那宋哥一定有，宋哥经验老道，这种东西对他来讲小 case。他那么喜欢去海南，一定要吃这个，对不对？补身体。其实呢，基本上只要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很多的这个居住在山里面的人，以前呢补充这些蛋白质，最主要就是。这些虫类，不过说实在的哈，这个，我有吃过那些虫哈，生吃我还不敢，他们这个是生吃哎，但是也有烤过，没有啦，他用烤的跟炸的，没有，我看他们好像有生吃，有生吃，生吃我觉得就有点恶心，但是如果其实是炸过的话哈，其实这种昆虫类，说实在的。炸完以后呢，吃起来的味道根本就是虾味鲜。哎，对，蚕豆酥，对不对？每个味道差不多，虾味鲜。对，他小刚这样子讲，你有没有比较敢吃了？你真的死掉了，我敢吃。真的，但真的不敢吃。我看他在那个蠕动的时候这样子吃的话是很特别哈。但是说实在的哈，你到每一个国家里面，其实他们都有当地的文化特色跟饮食习惯哈。那如果有兴趣的话，其实应该要多多参与其中，也就是说可以去体验一下哈。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以及安全范围之内的话，其实是可以尝试看看的。